平庸，古老的这种都攀用啊，你要好用的你就买那种电动的就很方便啊，现在要勇气用力撞的啊，都都攀用啊，你要买攀用的干嘛，这个为什么三角你最好用，你直接拿刀片削就好了，我都用刀片削啊，那很方便啊，那直接给你，可是那个是在学校的时候很爽，因为地板不是我扫的，所以我就可以是这样，你在家里就不行啊，你要讲什么，我是说总得要削，要得啊。